但系领展啊，领展咧、啊、今日走势唔错喎，吓呢几日都唔错啊，咁 啊见到已经突破咗一条下降轨噶啦，短期下降轨啦，穿咗啦，成交咧增加紧，升穿埋啲平均线啊，十天线升穿咗啦，走势有转强迹象啊，短期内咧有机会再即系回一回嘅，因为呢几日咧升得比较够，60蚊升上嚟，逆市喎、啊，仲要啊，逆市升上嚟喎、啊。咁啊，呢日唔系升啊，升咗两日啦，逆市升咗两日，咁啊都唔少噶，升幅啊，咁有机会回一回，回一回咧，搏一搏去啦，搏一搏去咧，就呢个位揾到支持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反弹高啲位，咁啊向上啦，挑战起码挑战呢个前浪底啦，以至前浪顶啊，咁咩周线图啦咁样啦，呢、這个挑战呢个下降轨可以啊。可以挑戰呢幾個位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可以搏一搏啦。咁不過如果穿咗60蚊咧，就要小心啲啊。雖然咧呢只股份咧就都好穩陣嘅，呢啲位啊唔使太驚擔心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總嘅嚟講咧，如果你就重貨嘅超過60蚊要小心啲，如果唔係好重貨嘅咧，揸住唔使驚，搏佢咧就衝上去啦。